迎收看《来电三四》，我是主持人金曲圈外人贺龙。这个经典节目造就了许多好姻缘，因此这一集的特别来宾是极度需要感情的金曲音乐人。说到金曲奖，很多观众第一时间就会说：“这谁呀？”所以我要请他们金曲三四新人奖的入围者来自我介绍。只要能随时跟你在一起，无论在哪里做什么都不介意。大家好，我叫贺 The Crane， 今年28岁，10月20号出生，是天秤座。喜欢就拿下，不爱就 get out my way。 我还蛮喜欢吃泰式的，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多吃一点 spicy something。 我是阿布斯，那我的星座是巨蟹座，那血型呢是 O 吧。哎，喜欢你的人那么多，但是没有人跟我一样能够等你等到最后。我的名字叫 Lucy， 我很喜欢喝珍珠奶茶，我的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浩庭，星座天秤座。自己的兴趣呢，喜欢看电影、恋情。最喜欢的食物啊是咖喱饭。Hello， 我是洪佩瑜，然后我是射手座 ，A B 型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理想型呢是比我高，有点捉摸不定最好，调皮调皮，但是又很有 sense。我们的爱情座右铭就是希望可以超越五月天。最喜欢的食物是控肉饭。我最喜欢的兴趣是打游戏，我家有一台 PS5 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潮州土狗，本名黄敬彦。我生日不吃蛋糕，只吃披萨。哇哦，本集节目真的是俊男美女云集，究竟哪一位嘉宾能成功配对呢？让我们看下去。